姐夫，嗯，我想问你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？当初你说我跟我姐是同时认识你的，你为啥选择她呀？你跟你姐吧，身高体重啥都一样，你知道不？但是吧，她穿衣服就比你大一号。她当时怀孕了。你滚一边！媳妇儿啊，那个你给我拿2000块钱呗。干啥呀？我有个同学新找个班，卖保险呢，完了有任务，我寻思我帮一下子。男同学，女同学呀？女同学。帮不了。哎，别这样啊！她一个女的，自己还带个孩子，老不容易了。那她老爷们呢？没了。那你直接给她找个老爷们，不是更实惠吗？说话这么噎人呢？哼，挺着吧。谁让你找着媳妇儿了？不是，再说了，我身边这些同学啥的都帮了，完了就我不帮，多没面子呀！你要啥面子呀？还啥忙都帮了？要像你这么说，他要是卖墓地的话，咱还得死一个呀！他要是去妇产科上班的话，咱俩给他现生一个呗！再说了，咱那保险不都买完了吗？买这么多干啥呀？不多多益善吗？行。正好前段时间你去医院体检，查出一身毛病，挺好。也没有一身啊，主要不就集结在上半身吗？你还好意思说呢啊？你可真行！哎，等会儿，等，那你的意思是不是同意了？同意了，必须同意。太好。你再问问他有没有保额高一点的，不行咱就多花点，没事儿。不用再高点的，2000就够用了。那能够用吗？多花点钱，那保额不也高吗？等你真不行的时候，到我手钱不也多吗？到时候我就改嫁，完了住着你的房子，花着你的保险赔偿金，别人搂着你的媳妇儿，心情不好时再打你家孩子几下，想想就得劲儿。哎，你咋走呢？给你钱呀？不要了。你干啥去啊？我锻炼去。哎，老公，你在哪呢？我在外面跟我兄弟喝酒呢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不是，我喝个酒，你催什么催呀？啊！我就最后问你一遍，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个得看我心情啊。也许呢，我一会儿就回来了；也许呢，我一喝得开心呢，我还不回来了呢。哎呀，你别动，我电话还没挂呢。哼！三、二、一。谁干谁？你不是不回来吗？啊？干谁？妈妈，我想要一个弟弟或妹妹。好啊，等你爸爸回来，我们给你生啊。我现在就要。可是你爸没回来，怎么给你生嘛？你现在生啊，等他回来，给他个惊喜。哎呦我的妈！如果有人花100万包养你，你愿意吗？多少钱？100万。不愿意。那500万？不愿意。1000万？不行。1000万你都不行，你还想要多少钱啊？1000万我不配。你说万一有人拿1000万出来要包养我，那他肯定是图我点啥呀，对不对？比如说眼角膜呀、肾呐之类的，太可怕了。如果拿个300-500的还行。来，我问你，你今天是不是在群里抢红包了？老公，你咋知道？我跟你讲，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抢过这么大的包，一个红包150，我抢了40多个呢。咋？你能不能要点脸？咋的了？你知道那是什么群吗？孩子学校群啊。你还知道学校群呢？那是家长给学生交的学费钱，群里三个老师都没抢过你。哎呦我的妈，都让你抢来了。你咋想的？我告诉你啊，赶紧给你退回去。一天天不要脸，啥钱都抢。爸，我给您说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？我处对象了。这是好事儿啊。那从明天开始我就要搬出去住了，我再也不问您要钱，再也不给您添麻烦了。干啥呀？花人家钱啊？你这么大一姑娘，有手有脚的，花人家钱好意思吗你？再说了，那男的多大呀？干什么工作的？那男的的条件挺好的，就是岁数有点大。多大呀？大3岁。嗯，成熟点好，男大三包金砖。我是说比你大3岁。啥？
比我大三岁。哎，啥也不说了，祝你幸福啊，嫂子，祝你幸福啊，嫂子。大哥，我冒昧问一下，你家就你自己一个人啊？啊，你不知道哈，里屋有条狗。那你老伴儿呢？哎呀，我老伴儿在下面呢。啊，你老伴儿呢，大妹子？我老伴儿也搁下边呢。啥时候走的呀？就刚才呀。刚走你就过来了？你不难过吗？那难过啥呀？我都烦死他了。那大哥，你老伴儿走多长时间了？哎呀，我老伴儿那走十年多了。哎呀，那是走丢了呀。那大哥，你没报警吗？这怎么的？这犯法呀？那倒不犯法，但是大哥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找着的。来 ，give me five。哎呀，老妹子呀，这英文还不错。还行吧，初二那年当过英语课代表。后来呢？偏科太严重，劝退了。我学历比你高。高中。初三。哎呀。我英文也不错，要不你考考我？行啊，狗怎么说 ？Dog。小狗。Little dog。贵宾犬。这就不会了。VIP dog 吗？你好，是王阿姨介绍来相亲的吧？嗯，是是是，你好。你多大了？啊，我36了。啊？我还是纯小伙呢，可纯可纯的了。你是纯小伙？啊。那我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吧。我离过婚，带着一个孩子。啊，那没事儿。我跟你说啊，孩子谁养他，他就管谁叫爹。你也知道，光棍难，光棍苦，裤子破了没人补啊。那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彩礼啊？你还要彩礼啊？咱都这情况了，你就别要彩礼了呗。我啥情况啊？我咋的了？咋的？二手女人不值钱呢？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那你要多少彩礼啊？少15万不行。哎呀妈呀，15万，你咋不多要一点呢？我对我另一半的要求也不高，必须得有车有房。啊，你说的车房我都有，但是有个条件。你说，能不能分期付款？啥意思啊？分期付款？我先给你点首付。啊，付多少啊？付3天的。有路人。就像你这种人，活该你单身一辈子。我最后我再告诉你一句啊，虽然我离过婚，但是是你一辈子都得不到的女人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哥，嗯，你说我以后也不知道便宜了哪个小伙啊，睡我的床，吃我做的饭，花我赚的钱，生气了吧，我还得哄着，没事还气我，气完我了吧，我还不敢惹。哎呀。凡事吧，你得往好了想。嗯，万一你嫁不出去呢？你嫁不出去呢？